让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时序呢，已经要从小暑进入到大暑了，所以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。目前大台北地区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，不排除会突破36度。而根据气象局资料的这个大武观测站呢，今年已经出现了37度的高温，同时台东也容易出现焚风。另外，气象局在11点多侦测到台北有35.9度，板桥也有35.8度，这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。所以提醒观众朋友注意防晒，多补充水分，要预防中暑。